一看到眼前 Q 版的自己，让 Melody 瞪大眼睛，惊呼连连。即将过44岁生日的他，主持搭档沈玉琳特地在录影前送上礼物。当然，我最喜欢的是玉琳哥非常有心的这个。最后一张照片，再看一下吧。因为他站在我旁边，我一定要这样子讲。这个是消防，这个是初恋嘛。那个主题曲最近被冰冰姐哈，哇，炒红一波。You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I love 啊，对，还有 Love Song。 沈玉琳搭上初恋影集热潮，把自己变成佐藤健 ，Melody 化身满岛光，两人在雪里亲密的依偎着。 或是把 Melody 变成足球员梅西妻子安托内亚，我特别帮他搭配不同的男生啦。那重点也是 Melody 真的是千变女郎哦。你看哈，就是搭配不同的男生、不同的情境，必须要不同的表情。那他真的就是哦，很 OK， 你看，表情千变万化，突破，drama的人。女人就是这样子，偶尔就是要有事变色萝卜，这样子就是旁边的男生才会捉摸不定。Melody 受到百变阅历，直呼很窝心，也期许自己要当一位百变女人，为生活增添风采。 要和沈玉琳做节目做到老。我说44，你当一做下去可以做到74岁。然后那时候你几岁了？他92，不是94，再加11而已啦。95岁了。85啦，74。哎，阿东啊，数学不好。即使老到走不动，也要用轮椅互推对方。 Melody 和沈玉琳搭档主持3年默契家。Melody也透露，今年要和家人到日本庆生，迎接新的一岁。TVBS新闻吴俊彰、齐云台北报道。 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